长，南无、啊、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、啊、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、啊、无本,、啊、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请放掌，啊，请打开二十二页。 二十二页，月上次我们讲到第二行，哈、啊，说他的问题就是说有为跟无为啊，那么修行应该要无所得啊，那么怎么可以修善法啊？有所得啊？那么看这个二十二页第二行中间啊，说所以华严离世间品啊。 华严经里面说，离世间品说知一切法无相是相啊，相是无相啊，无相的真如呢，当体不离开这个世间法的相啊，那么世间法的相呢，当体就是无相啊，意思就是说有相跟无相啊，无相是不离开有相啊，是不能分别。 有相的当体呢，就是无相啊。就说无分别是分别，分别是无分别啊。无分别的这个智慧呢，啊，当体是不离开这个分别的烦恼啊。那么分别的烦恼当体就是无分别啊。所以分别跟无分别呢，啊，不能分成两个啊。再来说非有是有，有是非有。 啊，我们《心经》说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”，啊，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。那么有的色呢，跟啊、呃、非有的空呢，啊它是没有差别的，啊，所以说“非有是有，有是非有”，啊，就是都是不二、无差别。再来说“无作是作，作是无作”，啊。 无所造作呢？啊，的这个体性呢，当体不离开，呃，世间缘起的生灭造作啊。那么世间缘起的生灭造作，当体是无所作的这一个啊清净的本体啊。再来说，非说是说，说是非说啊。是说呢啊，不说法就是说法啊。 那么说法呢，也是等于没有说法啊。那么所以说，说跟无说啊，都是平等啊。最后一句说不可思议啊，意思《华严经》里面说，要知道说一切有相无相，有分别无分别，有或者是非有，有做无做，有说无说啊，通通是啊不分别的。 啊，不可思议的，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啊，不要以为说，啊，修善是有所为有所得，其实修善当体呢是无所为无所得。那么无所为无所得呢，当体不离开，啊，行一切善法，啊，绝对不是说，啊，无所为就是全部都不做，啊，也不做善法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华安经说两个是平等，啊，再来说。 知心与菩提等，知菩提与心等啊。菩提就是佛啦，啊佛。那么我们心跟佛呢是相等。那么佛的菩提呢不离开众生心啊。所以说，知心与菩提等，我们众生心跟佛的菩提是相等。那么知道佛的菩提呢不离开众生心啊，心行当中求啊。 然后又说，心及菩提与众生等，啊，那么总结说，心菩提就是佛，啊，那么还有众生，这句话就是说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，所以说，心及菩提就是佛，还有众生呢，都是相等，相等也就是说三无差别啦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 然后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然后意不生，心颠倒，想颠倒，见颠倒，不可思议。虽然我们跟佛、跟这个众生、跟这个心呢，都是平等，可是也不会有心颠倒。什么叫心颠倒呢？啊、呃，我们经典里面说有四种颠倒，啊，心是无我，众生以为有我，啊，无我即我，所以这个叫做心颠倒。 啊，心颠倒。那么呢，经典里面不是说了吗？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啊，那么呢，这个是呢，是是正确的见解。可是众生以为这个呢，身呢是清净，啊，所以叫做颠倒。众生以为受呢是乐，啊，不知道凡所有受都是苦。那么众生不晓得说心无我，啊。 那么不不晓得心无常，不晓得法无我，那么这个就是颠倒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虽然跟佛、跟众生、跟心呢是平等，可是我们不会说，哎、啊，心呢产生颠倒啊。像有的人说啊，我心就是佛，可是呢，却心颠倒。心颠倒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本来是无常啊，那么以为是常。 啊，那么想颠倒就是一切法本来是无我啊，却以为有我啊，那么这个叫做想颠倒啊。那么见颠倒就是说啊，我们一切受都是苦，众生以为是乐；那么心呢是身是不净，众生以为是净啊。那么这个叫做见颠倒啊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就是说。 总总结来说啦，我们虽然说我们跟佛啊，跟这个诸佛跟众生都是平等啊。那么有的人认为说，我们心就是佛，我们不用去极乐世界，我们在这里就是佛。可是呢，众生却有种种的颠倒啊。那么执着这个世间，然后呢，不了解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身都是不净，都是苦空无常物。却呢。 以为自己是佛，反而却颠倒去执着这个五蕴的假象啊！所以这一句就是说，我们虽然知道说我们跟佛是平等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执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幻化的假象啊。这个就是有些祖师在批评说，有的人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那么可是呢他也不持戒，也不修行。 啊，也不断乐，也不行善，啊，身心完全跟凡夫一样。虽然说他心就是佛，可是行为表现出来跟一般世间的没有差别，啊。那么这一种呢，虽然知道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可是行为上呢，啊，还是不能断恶修善，那么就跟普通人一样，啊。那么这一句是说，我们知道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 那么也我们也不会心颠倒，也不会想颠倒，也不会见颠倒。就是说，我们跟佛是平等，可是我们呢，不会像凡夫一样这样颠倒想，啊，也不执着我们的心是是正常的，也不执着这个法是有我的，也不执着这个色身，也不执着自己的这个受。 想啊，行事这个五蕴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不颠倒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不能只有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然后像有的祖师说，有的人虽然知道他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可是他的行为跟还没有学佛以前是一样，也没有持戒，没有断恶，没有修善啊，也不肯发心，那么却只有执着着说，他心就是跟佛一样。 那么看人家拜佛、念佛、布施、持戒、修行，觉得觉得呢看不起人家，说你们都着相啊，那么自佛不求，求他佛；自心呢不净呢，求呢净土。那么这种人就是说啊，他批评人家在修行，可是他本身并没有离开颠倒啊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心即菩提与众生等。 可是也没有身心颠倒、想颠倒、见颠倒啊！意思就不能说我们只有说执着这个本有的佛性、天然的佛性，可是呢，却不去除这些种种的妄想颠倒，这样是不行的啊！那么如果不执不去除妄想颠倒的话，那么跟以前还是一样，依然是一个生死的凡夫了啊,啊！这个就像广钦老和上说的啊。 开悟嘛不聊神死呀、啊，啊，因为没有去除妄想贪嗔痴的话，印光大师也好，广钦老和尚也好，都说了，开悟不聊神死也、啊、爱等环恼靠聊神死，啊，就是说你只有知道说我们的心性哈、啊，可是又没有去除这些颠倒，想颠倒、心颠倒、见颠倒啊，妄想执着没有去除的话，那么呢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超出轮回啊。 那么这个就是以前啊，比如说印光大师、偶遇大师啦、广钦老和尚，他们都一再的强调说：啊，虽然我们有一些知见，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可是还是要去除贪嗔痴啊，去除这些颠倒妄想，不然的话呢，还依然是一个凡夫，只是呢有有见解而已，有知见，有智慧，可是还没有到能够。 了生死的这个阶段，也没有办法超出轮回啊！所以这个《华严经》说里面说，虽然我们知道跟佛平等，可是还是要断这个心颠倒、想颠倒、见颠倒啊！所以如果一以前的祖师说，如果是真正了解这个世间真相的，也了解这个啊、呃、开悟的人，那么他决定要求生极乐世界。 就像九牛呢挽不回一样啊，像九条牛你拉不回来，他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啊。那么如果啊、呃，有些人认为说他已经知道了，可是他也不去除贪嗔痴，也不去除妄想，也不断恶，也不修善，也不持戒，那么这种人要能够了生死呢啊，那么还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啊。那么虽然说知道自己的心，可是要真的到自在。 啊，还是不容易哈，所以这说还是不能生心颠倒、想颠倒啊，见颠倒啊。再来说于念念中入灭尽定啊，在念念当中入这个灭尽定啊，灭尽定就是灭受想定，简单说就是灭除第六意识的受想分别啊，妄想分别啊。 他不会受一切法，他不会取一切相，啊，那么在灭尽定叫做灭受想定当中，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在念念当中，我们说一切法不受，一切法不取，啊，就是没有受心所，也没有想心所，啊，通通没有这些领纳境界，啊。 然后呢，只取境界、取向分别的这种心念，所以说在念念当中入灭境定啊。这个呢，就像我们说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说，如果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每一个人呢啊，都如同漏尽的阿罗汉一样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每个人当下就是如同在灭境定当中啊。 虽然极乐世界有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，啊，有七重行树、七重罗网，也有风铃月响，种种的美妙的境界。可是，在极乐世界的众生没有一念的执着，没有一念执着这个极乐世界啊。所以说，极乐世界这样的殊胜，是为了让娑婆世界不在极乐世界的众生。 啊，起这个呃希望心啊，起这个愿力，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啊。那么，对于世间的苦愿力，对于极乐世界的乐呢，有需求啊，有希望。可是，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不是在受乐啊，他也不受这个境界啊。有七种黄术，七重罗网，有这个呢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。 乃至呢，有这个饭食啊，乃至这个啊种种的这八功德水呢，所有的乐呢，全部都是不受，全部都是不受。所以极乐世界人，他活在那样的世界里面，他没有受，也没有取那个境界啊。那么他们的心都在哪里呢？都在念佛、念法、念身啊，绝对不会说啊，我在极乐世界，我念我的楼阁。 啊，我念我的房子，啊，我念我的这个，呃，这个花，念我的树，啊，绝对没有这个执着，或者是念自己的色身，啊，果报。所以呢，无量寿经说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念念都是入灭尽定。啊，换句话就是说，虽然呢，我们在有些人就会批评说啊。 你们都念佛去极乐世界，阿、啊、的执着那些快乐的境界，执着那些七重行树、七重罗网啊、楼阁啦、莲花啦，都享享受那些境界啊。那么这是一般人会批评说，这样子呢，那你往生极乐世界也是着相啊，啊，也是有所求啊，有所得啊，也是取向啊，也是分别啊，啊。 那么，可是我们要知道说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说，如果我们每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前，当然是一个凡夫啊，啊，那么当然我们对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的庄严的国土，我们有希希望，我们也有追求，我们也喜欢。可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就完全没有那种分别了，啊，完全没有那种。 那一种领受这些境界，还有呢，取直取这些境界，所以叫做灭尽定啊，就是说灭受想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呢，啊，也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么《华严经》说，我们在念念菩萨在念念当中，就是入灭尽定啊，入灭尽定。那么再来说，他能够尽一切漏而不正实际啊，亦不尽有漏善根。 啊，那么就是说，这个菩萨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，可是呢，他不去正涅盘，实际就是涅盘啊。他也不去正涅盘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去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像这个漏尽比丘阿罗汉这样，可是我们不正涅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要成佛道啊，要行菩萨道。如果入涅盘以后呢？ 就不能行菩萨道了，也不能成佛道啊。所以说，虽他虽然他能够尽一切漏，他能够断尽一切的烦恼，可是也不证这个涅盘啊。因为如果证涅盘的话，啊，像《华严经》里面说的，啊，像七地菩萨啦，那么他们呢，啊，有有的时候呢，啊，因为没有佛的加持，他也会想安入涅盘啊。那时候佛就会现身说法。 啊，说菩萨你不要正涅盘，啊，你应该行菩萨道，啊，追求佛的智慧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么这才是你最初发的本愿呐、啊，啊，你要发四弘誓愿，当时就是为了成佛，啊，所以说他菩萨能尽一切肉而不正实际的这个涅盘，啊，再来说亦不尽有漏善根，啊，那么菩萨呢？ 他也没有断尽这个有漏的善根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菩萨还是照样要修善法啊，利益众生啊，菩萨也有希望啊啊，他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啊啊，他希望能够得到佛的智慧啊啊，所以菩萨也是有欲啊，他也是要修善啊。再来说，虽一切法无漏而知漏尽啊，亦知漏灭啊。 虽然一切法都是无漏法，啊，可是呢，菩萨他还是知道说，怎么样把这个烦恼断尽，啊，怎么样让这个烦恼灭尽、灭尽啊，灭漏灭，啊，那么就像这个永嘉大师说：“绝学无为修道人，啊，不除妄想不求真呐、啊，啊。” 那么呢，虽然他也不除妄想，也不除，也不求真啊，可是他决定一定要是断贪嗔痴的啦，啊，不能说啊，我们要学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面说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。好了，我们绝学无为啦、啊，我们这样贪嗔痴啊，我们这样这个呢，啊，吃众生肉啊，喝酒跳舞啊，那么这样叫做不除妄想，不求真啊，因为不能够除妄想嘛，哈。 啊，不要去断这个贪嗔痴，也不要去算这个沙盗淫啊。啊，也不用去求真，不用去学佛了，不要讲说要成佛了，要去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种人就是误会了啊，祖师的意思。虽然说祖师说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法无肉嘛，一切法当体不可得啊，它当体就是清净的。可是菩萨要知道漏尽。 啊，也是要把贪嗔痴断尽啊！啊，所以误会这个主思意的人很多啦啊。比如说永嘉大师说：“啊、呃，绝学无为，修道人呢不除妄想不求真。”那么有些在家人呢，就会说啊，对啦，不除妄想不求真，那干嘛要出家？我做在家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 啊，那你们出家也不见得比较厉害、啊。我们在家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也不用持戒，也不用，也不用吃素，那么也不用诵经，也不用念佛啊。反正我本来就是佛跟佛一样啊。啊，但是这里《华严经》说，虽然知道说一切啊是啊无漏，可是他还是要漏尽呢啊,啊。所以菩萨还是要断贪嗔痴啊。 啊，菩萨不能到处说啊！我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我不用断贪嗔痴，因为我们本性就是佛，啊，本来就具足嘛，也不用持戒啊，哎，也不用修善法啊，也不用救度众生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误会的意思啊。所以这里说，虽然一切法是无漏，可是菩萨也是要知道这个烦恼怎么断尽呢？啊，这个漏要怎么尽？ 这个呢，一知肉灭，这个烦恼要怎么灭啊？菩萨绝对可以灭它了啊！不会说啊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然后啊，这个我知我相啊，或者是我慢，不想要去去除它啊，不会这样子啊。那么虽然说这个菩萨去去除它，那么也是无所着了啊。再来说。 虽知佛法即世间法，世间法即佛法，而不于佛法中分别世间法，不于世间法中分别佛法。啊，那么菩萨他知道说佛法不离开世间法。啊，那么世间法呢？啊，当体就是佛法。啊，而呢，不于佛法中分别世间法。 啊，就是说，菩萨知道说佛法跟世间法他们是相通的，而且他们的体性是一样啊，所以不在佛法当中分别世间法，什么意思呢？不会说哦，我这边是佛法，你不是佛法啊。菩萨就像六祖说，世人皆有道啊，各自不相仿，每个人都有道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以我们这个世间法来说啦，啊。 其他的宗教，虽然我们佛法里面说它是外道，可是啊，他们也是宗教啊，啊，依世间法来说，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啊，对。如果没说啊，我是佛法，你你不是佛法，我要灭了你，这样也不对啊，啊，因为它各有各的法嘛，哈、啊，所以说不在佛法中分别世间法啊，世间有世间的法嘛，啊，那么。 他们每个人都有宗教的自由啊啊！我们不能说啊，我是佛法，我就看不起你们是世间法啊！菩萨他的佛法跟世间法是平等啊。那么他在佛法中，呃，不会去分别世间法啊，分别说啊，这个是世间法。菩萨他是知道，对不对？菩萨他知道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世间法啊。 那么呢？但是呢，菩萨他没有骄心、慢心、嗔心呐、啊，去看不起其他的世间法啊。什么叫做骄心、慢慢心呢？就是觉得说我比较厉害啊！啊，你们那个法不是正法啊，那个是骄心啊。慢心就是说我超过你了，你这样修是不行的啦。啊。慢心啊，嗔心就是觉得人家这样做不对啊！啊，没有灭他好像很不行的、啊、哈。啊 那么呢，所以所以佛法里面呢，啊，不能分别世间法，因为所有一切法，像六祖说，世间皆有道，啊，每个人都有道啊。他现在虽然不信佛教，他信其他的宗教，啊，如果渐渐能够去恶行善，啊，或者是相信因果，啊，相信有轮回，啊，相信有善恶，这样也都是很好。只是说他的因缘还没有到，啊。 那么我们不能用骄心、慢心、嗔心啊，来去破坏其他的这个世间法，或者是啊、呃、破坏其他的这个这个宗教啊宗教。再来说，不与世间法分别佛法啊，不能在世间法当中分别佛法啊。那么世间法当中也是一样啊，不能说啊认为那别人都不是啊。 对不对？就像这个达赖喇嘛来，对不对？就像呃报纸写的说，达赖喇嘛来啊，达赖喇嘛来，他也是一个宗教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不用排斥说啊，他是哪个教哪个教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哈、啊。今天如果教宗来也是有自由，啊，如果我们是民主的国家。 我们就不用跟在旁边跟人家抗议啊，跟他讲什么哈，阻老人家这样子哈。那么其他的宗教也是一样啊，哈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呢，如果是啊、呃，知道世间法跟佛法是没有差别啊。我们不用说哦，我现在是学佛，然后呢，也看到人家别人在其他的宗教，我就去那边骂他说你们这个是邪教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用骂去跑去人家骂说你们这个不是正法。 啊，也不用跑过去骂人家说啊，你这不聊生气啊，不用吧啊，因为各有各的那个自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用跑到其他宗教的这个场合啊，或者是这个他们的道场啊，或者他们的地方啊，去跟人家啊挑衅啊，或者是怎样啊？所以这里说，菩萨知道佛法啊，不离世间法，那么他不会分别这个啊。 换句话就是说，啊、呃，菩萨他没有教心慢心，啊，他能够知道缘起啦，啊，菩萨知道因缘法了哈、啊，每个人的因缘呢、啊，啊，他要学什么法，他信什么宗教，啊，都有他的缘起的啦，啊，那么他都有一些因缘，那么因缘呢，啊，不能够勉强，啊，不能勉强，那只能说随随顺因缘。 啊，所以菩萨对于其他的世间法，他也不会去轻视他，啊，也不会去，呃、啊，去诽谤他，啊，或者是说去排挤对方，啊，那么当然菩萨知道法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不会表现出那种行为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说，啊，不在佛法中分别世法，不在世间法中分别佛法，啊。 再来说一切诸法，菩萨知道说一切诸法吸入法界，无所入故啊。那么一切法呢啊，旁边写能入了啊。那么吸入法界是所入了啊，能入的是诸法，所入的是法界。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就是真如法性。一切法都是一真法界，都是归于真如法性啊。 那么，虽然一切法都是归于真如法性，那么也无所入了啊，也没有能入所入了啊。菩萨知道一切法都是都是真如法性啊。那么呢，我们不能把它分成说啊，一切法进入真如法性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当体就是真如法性，没有进入跟不进入的问题啦，对不对啊？ 我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人，然后我说啊，你设归于人啊，我本来就是人呢，你还把我设归于人嘛？设归于人类的话，那么就好像说我本来不是人类，我现在归于人类啊。那么实际上呢，我们本来都是人啊，大家本来都是人类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，诸法呢啊，诸法的当体也就是一真法界了，所以也没有所入啊。 对不对？比如我现在说啊，你们高雄人都是人，那么我们高雄人本来就是人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高雄人当作人看，然后把它归于人啊？那么这样就有本来不是进入而是的那种程度。那么实际上，它本来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高雄人本来就是人啊，啊，就像这一切法本来就是一真法界啊，啊，所以也没有所入的问题呀、啊。 就像我们说啊，大家都是高雄人，那么高雄人就是人啊，大家都是人类啊。那么人类本来就人类啦，啊，不用把高雄人会归于人类的这个过程啊，啊。哈，所以这个是无所入，就是说啊，一切法本来就是佛法，本来就一真法界啊，啊，你不用把一切法再归于一真法界啊,啊，那么好像有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说啊，一切诸法悉入法界，无所入啦。啊，无所入。 啊，本来就是啦，啊，本来就是法界啦，本来就一真法界。就像我刚刚譬喻的啊，嗯、哦呃，高雄人本来就是人啦，不用再把它归于归于人啊，因为本来就是啦。所以呢，啊，一切诸法也是一样，无所入啊。然后再来说，知一切法皆无二无变异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一切法都不可思议啊。那么他的回答就是说，有的人认为说，我现在是无为无所得哈。啊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，这样才是对的啊！可是你们都在拜佛、念佛、诵经啊要行善，要布施啊，这样匆匆忙忙，这样纷纷扰扰啊，不如呢，我现在当下观说，这一切都是无做了、无为，这样就好了，这不是简单了哈？啊，你们都在那边做啊，那么这里呢，就引《华严经》说，一切有所做当体就无所做了啊。 我现在布施持戒本来就无所作谁谁谁让你看到我在做呢对不对？如果一环境说，啊，我不能拜佛的不波拜啊，我两不能的不练吗？我供养本来就没有供养，布施本来就没有没有布施，我本来就没无所住啊，你为什么要说我有所住，然后说你是无所住呢？ 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说我们拜佛、念佛、哈、哦、诵经、布施、修佛、呃，这度众生，这样都是有所为？然后像你们这样，呃，不布施、不持戒、然后不念佛、不拜佛、不诵经的人，就说哦，你们才是无所作。实际上，我们拜佛、念佛，当体就没有在拜，也没有在念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啊、哦。啊，可是你你一直要说我们有啊、哦，所以这个。 永明大师他就是回答他的意思，就是華元經說《华严经》说一切吧本来就没有啊，啊有当你就是无啊，那么呢有做当你是无做有为当体是无为，有相当体就是无相啊，那么一切吧本来就真如，就是清净理想啊，那么你为什么要说我们一直在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依《华严经》来说啊。 有相无相，有为无为，有分别无分别，当体都是一体的啦，啊，没有这种分别啊，所以我们都是无所住来拜佛念佛啊，我们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没有能念的人，也没有所念的佛啊，是这样子的哈、啊。那么当然是有一种人，他觉得说。 呃，我只要观一切法都是无无所得、无所住就好了，也不用去持戒啊、念佛、拜佛、诵经啊。那么觉得人家拜佛、念佛、诵经都是有为有相啊，因此祖师就这样回答啊。再来说问啊，一切众生不得解脱啊，众生为什么不能解脱呢？皆为任其假名，逐妄轮回啊。 任其假名，就是取向分别了啊！我们在唯识里面说，想心所啊，于境取向为为性啊，施设名言为业，就是说想心所它是取向的作用啊，于境取向为性，然后施色名言为业，就是说取向以后就会给它安立名称啊，啊安立名字啊。 那么取向在先啊，立名在后啊，所以说这个取向分别又假立名指呢，这是属于想心所它的作用啊。那么众生为什么不能解脱？就是妄想，妄想很多啊，妄想执着嘛，不能正得啊，妄想就是取向。所以说那问的人说，一切众生不能解脱，都是因为。 啊，跟随着这个假名，认取这个假名啊，啊，我啊，你呀、啊，啊，然后怎样怎样，大家这样分啊，啊，世界上的人在分种族啊、政党啊、啊家庭的环境啊、区域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每个人的啊，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分下属啦、啊上司啦、啊、下属啦、啊，这样子分啊，那么都是取这个假名啦啊,啊，取假名。 啊，因为有这个取假名，所以妄族轮回啊，众生都是这样啊啊。然后《楞严经》说，《楞严经》中说，唯令以战，玄其虚妄灭身，福还圆觉，得圆明觉，无生灭性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啊。这是《楞严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说，唯令就是只有让众生呢啊战。善 站就是不动，停止了啊，或者是沉静、清净啊。那么呢，站就是让众生啊心不动了。啊。就如果依这个楞严经里面说，不要再取相啊。那么呢，不要认物为真啊，不要把这个认物为心啊，不要把境界当作自己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不取相。 选取虚妄灭生啊，回转他那个虚妄的灭生就是生灭啊，众生就是虚妄的生灭啊。把这个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说，把这个六尘缘影啊啊，前尘分别妄想，当做我们的心性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停止前尘分别妄想，不要把它当做我们的心啊。 这样呢，回转过来就是“选”，啊，虚妄灭生，啊，这个是前诚妄想，啊，就像《楞严经》里面说、啊，我们呢这个啊认为说我们的色身呐、啊，我们的感受啊，都是前诚妄想，啊，如果以《楞严经》来说，我们从早上起来啊，乃至。 从昨天晚上做梦啊，梦到什么，然后起来以后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感觉到什么，啊、呃，想到什么？如果一六根经来说，都是前程妄想，对于六尘境界的妄想，啊，叫做前程虚妄相想。那么呢，众生呢，把那个当作我们的心。 啊，所以就说啊，我今天被人家骂啦，我今天跟人家吵架啦，我今天不舒服了，今天头痛了，心情不好，我无助了，啊，那么就把这些当做我，啊，所以才会有人去跳，跳那个捷运啊，对不对？要自杀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把他那个当做我，啊，当做我以后呢，那些痛苦啦、挫折啦，啊，或者是快乐也好了，把它当做我。 那么在楞严经说，那个叫做前诚虚妄相想。那么呢，把那个当作我们的心，世尊说那个不是我们的心，啊，那个是妄心，啊，其实也就是任物为己啦，啊，那个只是结果而已。如果一楞严经说，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见性是不动，见性是周遍，见性是不还，啊，见性呢是无牵、无灭、无咒。 啊，不变，见性是这样子清净的啊。那么虽然呢，啊，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呢，但是见性都是清净的啊。那个才是我们原来的觉性啊。所以这里说，楞严经说，唯令呃以战啊，以这个不动呢啊，不随境界转呢，然后玄其希望灭生，把我们希望的这个生灭哈、啊、回转过来，福还元觉。 啊，能够呢归服于这个原来的觉性啊，就像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见性啊，见性不动，见性周遍，见性不迁，见性无咒啊，见性等等呢啊，乃至见见非见啊，这个见性呢，它是原有的觉性啊，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六层影像啊。 所以，如果以楞严经》来说，我们众生呢，就是把前程这个虚望、向想当做我们的心啊。如果用《楞严经》的话，就是说，像这个呃波斯匿王这样子啊，他三岁啊，到了这个六十二岁，他的心都是永远不变啊。 那么我们众生，我们都是认为说啊，我小时候怎样，我小我爸爸怎样，我妈妈怎样，我读什么学校，然后小时候发生什么事，长大以后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现在今天又什么事，然后把这些累积起来，当做是我，当做就是我，我就是某某人啊，某某人就是这一些的经验的累积啊，这些感受、想法啊，这些情绪。 啊，快乐痛苦，我们都把它当做是自己啊。那么，如果以六眼镜说啊，那个是物啊，物物物体的物啊，那个是物啊，那个是呢虔诚希望相想,想，那不是我们的心啊。那么，世尊说众生会轮回呢，就是认物为己，把那些境界当做我们的心啊。啊所以，如果以六眼镜说，我们心见性都是清净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 啊，我们现在的心，小狗、小猫的心，大家的见性都是亲近，都是平等的。只是呢，大家都是认这个呢，任务为己，把我们今天的受想形式啊，这些妄想分别，当作的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啊，好的呢，啊就觉得很骄傲，我觉得我很聪明，我很有钱，我很有地位，很有权利。那么不好的人就觉得很痛苦、很烦恼，啊，活不下去了。 那么这都是众生的这个妄想啊，所以这里说虚妄灭生，浮还原觉啊，然后再来说德源名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啊。那么意思是佛陀说，我们如果要成佛的话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原明本来啊清净的光明的明，就是本来明了的啊清净的。 所以德圆明觉本来的觉性，这个觉性是不生不灭啊，所以我们说见性不生啊，见性不灭啊，那么见性也不动啊，见性周遍啊，那么然后以这个为因地心，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因地心，这样子来啊修行了啊，所以就像六。